么多了还要吗？很多人抓到波皮鱼的，先看两尾死掉。那前面第一盘又重新倒出来，因为第一盘为了要上白带，所以清空了一下。没啥的，多皮，白带蛮大的，对，同意，这盘那吗？盘带啊，盘那，就这个黄金，白带要白带啊，我没有抢到白菜。对，这是加辣，黄金吧，那个雪雕吧，是加辣吧？是吗？是啊，应该是加辣。那里面有荤蛋吗？加辣。那你带是油蛋吗？它不是油蛋。现场的是油蛋。白的啊。这个。是白带。那个是油。这感觉是红的，这是红的，这是红的。我买了两只金色的。好巧啊！这个真的是没有变油干的。对啊，再小一点。今天没什么鱼了。自从之前分享过散场后还会有一些好，现在就抢不到，看不到。